好，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我们家的产品。首先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喜福田肉质海苔肉质卷啊，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脆肉片，然后跟海苔结合成，那技术非常的高，然后非常的松跟脆，非常的可口。那目前有四种口味哦，希望大家会喜欢。再来呢，我再为各位介绍，就是我们所谓的杏仁的脆肉质，这个厚度很薄，只有0.1公分不到，所以烘烤的技术也是要非常的高超。那小孩子或是大人都很适合吃，甚至于有的妈妈她会把它捣碎放在稀饭里面让小朋友吃，很受欢迎的。还有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个全台湾目前只有我们公司在做的所谓的虱目鱼的脆卷烧啊，那它的材料就是100%是虱目鱼的鱼肉，非常的好吃。还有我们喜福田的黄金肉松啊，那是用一个特别的机器去烘焙的，所以非常的香，非常的酥。除此之外，我们公司又添加了很多的海苔，那么非常的很符合人体的需要。还有我们现在介绍一个最新的产品啊，是我们摒除一般肉干在一起包装在一起的一个缺点，然后是一只一只的真空包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也多种口味，而且也不会粘手，不会有这个不干净的一个情况发生，然后又便于携带，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时尚的产品。我们是喜福田，那喜福田它的宗旨啊，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哈，台湾是块福田宝地，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用真爱与关怀来灌溉，生长在台湾是永远的福气。希望各位每一天也是开开心心的，跟我们一样很愉悦的在这一块福田宝地。很谢谢各位。